白河店仔口的福安宫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自古以来拢是地方的信用中心。前来参拜或者是伫庙埕头前开讲休息的民众嘛真多。不过因为庙宇较近交流道，车流量真大，长辈伫附近活动有安全的疑虑。立法委员赖惠文就特别邀请因建署的署长甲市府相关的单位前来会勘，参详要安怎来改善。自登记以来，咱店仔口对咱北河的乡亲哈，各种的伫咧照顾啦哈。那我也非常谢谢，就是说大家今天的一个参与。那事实上就是说，这样子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个会勘。啊，地方的需要，我嘛有法度很完整的，就是说倾听地方的一个需求，把它真正的落实。福安宫的主委讲，庙埕甲周边的道路因为年久无整理，有破坑、路面无平的问题，拄着落雨阁会积水，造成用路人的危险。希望中央会当到三工。对此，营建署的署长吴新雄嘛表示，绝对会全力支持。我拢咱望哦，透过这回前瞻基础建设，爱当予咱北河这個。环境周围的这个道路环境，会当有一个更加好的改善，啊，这样有那是咱对咱在地吼啊，做一个未来，若要咱北河有这个走向观光产业的时阵，这绝对是一个加分啦吼，啊，来希望这个计划会当早日来落实。赖惠文讲，即届会勘除了甲各单位协调安怎改善道路、提升用路的品质，也将周边环境的美化纳入考量，参像是电线地下化等等。希望让市民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吸引观光的人潮。南天新闻王立德、萧明兴、北河采访报道。